障碍，我就可以买它了。它就是一个假两件设计，上衣跟裤子都是针织的，是细的针织，它不是那种很厚的，有没有？所以拉开的话可以看到它这个。好，它是一个比较不是那种太厚重的那种，它穿起来很瘦。这件有没有分码？因为针织整件都有弹，你要可以到 L。它的宽裤的位置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它高腰的。好，那腰围的话，你可以自己看你要落在哪个地方都可以。这个裤头都是整个松紧的，所以穿脱很方便，也不会有束缚感哦。这个很弹，我看它拉起来就知道，它是弹弹的那种。然后这件的话，我觉得它的裤长不是那种很长的那种，所以娇小女孩啊穿都还 OK， 它不会落地，就没有落地的问题。来，裤子多长？回一下。给你看一下它的领口地方，喜欢正常穿的人就会像这样子，它就是粘在一起夹两件，然后小小的小挖肩，小性感的造型。然后你要拉个斜肩，就会像这样。拉另外一边，真的超便宜，上衣加长裤500，哎，这个卖你250，这个卖你250，穿搭 OK 啊，这个宽裤就是你知道黑色就百搭，你再搭配其他毛衣，通通都可以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就是我觉得它就是看起来比较好看，配色，裤还蛮显瘦，超便宜，又可以分开穿搭，对，而且它很弹哦，就是很舒服，就很舒服这样，没错，好来一套，编号20号，20，编号20，黑色一个。